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台湾新闻台的新闻主播志玲。大家好，您的心情又在卡卡吗？为照顾台湾民众的心理健康，台中市政府卫生局推动心情温度计，台湾民众可下载 App 或至台中市卫生局的心理健康网自我检测专区，早期评估心理的健康状态，及早寻求资源。安心专线已改码为1925，依旧爱我，24小时有专人倾听。台中市各区的卫生所均设有免费的心理咨询点，欢迎台湾民众善加利用。记者邹志忠报道。我怎么做都不对嘛，反正我消失你们就满意了嘛。蓝心的人生旅程由我与你同游，1925依旧爱我，一起来做生命守门人。1925安心专线特展，我们在华山文创园区等你哦。老板，我真的累了。喜欢靠窗或走道，我也可以让你靠。1925依旧爱我，一起来做生命守门人。1925安心专线特展，我们在华山文创园区等你哦。小姐，你刚刚偷了一样东西，偷了我的关心。1925依旧爱我，一起来做生命守门人。1925安心专线特展，我们在华山文创园区等你哦。我没事，我很好。我没事，我很好。我没事。哪怕世界到了尽头，有我陪你一起走。1925依旧爱我，一起来做生命守门人。1925安心专线特展，我们在华山文创园区等你。老板，我真的累了。喜欢靠窗或走道，我也可以让你靠。1925依旧爱我，一起来做生命守门人。小姐，你刚刚偷了一样东西，偷了我的关心。1925依旧爱我，一起来做生命守门人。好烦哦，事情为什么这么多这么烦，反正人到最后都是一个人，我不要再管了。喂，哎，到处都找不到你。哎，是啊。你在哪里啊？我在看风景啊。快过来，大家都在等你哦。好啊。